入水的那个地方，这种烂的呢就直接自然的扔到脱落到地上，泼在矿里像他们一样。喂喂，怎么了？你应该温柔点。我已经把这些葡萄形象成了你的头，怎么温柔？在这两三个星期里，我可以每天都站在这儿晒晒太阳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什么都不用想。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？你呀，可得替自己好好打算打算了，不然的话都晒黑了。还没走出来的话，可就没人要了。知道啦。恭喜你。谢谢。这瓶酒的含义是过去。在90年代之前 ，Kehoan 的风格是那种甜腻清淡的田园风，但90年代之后，米歇尔·罗兰来到了酒庄，是他改变了酒庄的酿酒风格。所以在那之后 ，Kehoan 就像重获了新生一样，焕发了新的光彩，一心。你明白吗？咱们就要毕业了，有些事情该放下了，新的精彩该开始了。对，我宣布一条命令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把黄烈这个名字踢出去我们的 team 去，是所有的人啊，也包括你了。啊，那个，举杯，来吧。来吧，一心。这酒可是我选的，别这么不给面子。我就不喝了。啊！不要这样好吗？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要不你们先玩吧。你有事儿？你有什么事儿？你除了会去找那个姓黄的之外，你还能有什么事儿？蛋壳，我能问你点事儿吗？说吧。你有没有潘潇的联系方式？我想黄恋会不会跟他在一起？开心你完美！最讨厌看你这样半死不活的样子。在我们四个里，你一直是榜样。谁说的事都是你来说。可是今天你呢？你看看你这副死样！你不记得你之前跟我们说过什么了？那些男人根本就没把我们当回事儿！你还在等他是干什么？去找你就去找吧，以后这事我不管。
怎么了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的。我希望你能看看你自己，你看看你自己。那些已经是你的过去了，你就不能享受一下现在吗？现在陪在你身边的是我。你非要把自己折腾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才能死心吗？我觉得这不是你的人生，除了黄恋你还有很多很多，你还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支持你关心你，你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？你知道他们有多担心你吗？我也想享受现在的幸福，可是我没办法忘记过去，我没办法忘记过去。不过谢谢你。谢谢我？谢什么？就让我没那么痛苦。喝酒了，别这样好吗？要你管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样，我就得管。你刚才说陈一星的那些话，就是在说你自己吧？啊？你能清醒点吗？你能清醒点吗？反正我已经被你毁了。蛋壳。半夜的2点多钟啊，要开什么会呀？你不知道我招蚊子吗？哎呀，外面空气好，天气凉，我想让你清醒点儿。那天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怎么了？今天呢？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嗯，过两天有一个七九会，我想参加。七九会？七九会是什么？有没有八九会啊？七九会呢，简单的来说就是提前卖酒，会邀请一些媒体人、买家和酒评人过来。但是，一般只有大的酒庄会有自己的七九会。像我们这样小的酒庄，可以去参加别人的七九会，就像车展那样卖酒啊。哦，太好太好了，终于可以赚钱喽。
就知道赚钱。我告诉你，有很多事情要做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要进入战斗状态。那你还是先让我马上进入睡眠状态吧。既然有些人不想要他那这30%的股份，那咱们就不带他玩。带我玩，带我玩，我战斗战斗。散发穿的跟个贞子一样的，你吓谁呀你？谁啊？你们俩干嘛？哎，我这小心脏。我是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蛋快出车祸送医院了。什么？那他先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等等，住手，住手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到医院，麻烦你稍微快点。哎，医生，请问一下，那个急救室在哪？好，谢谢。哎，护士，护士。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就打扮得很非主流、满身钉子的女孩？他是那个非主流的那个吧？没事，我进去。对，那时候我进一下。死了多好，死了一了百了。哎，过来！干嘛？干嘛？你过来！干嘛？你不是要跳吗？你跳，跳，你跳死了以后挣一了百了，我跳啊！
对不起。什么？我错了。你错了。我告诉你，知道错了就给我好好的活着。不许以后再酒后开车，不许以后想干嘛就干嘛。你知道你最近喝多了以后，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生怕你为了潘潇去疯去死。你可以不拿自己当回事儿，但是我警告你，这世界上有人在乎你。只要我在一天，我就会保护你一天。说了，你就是没睡好，再加上一着急一上火，什么那个电解质什么失调，对，电解质失调，打一针营养针就好了。蛋壳怎么样了？蛋壳，我得看看。不，你别去，那个他真的挺好了，你听我的啊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不是，他真的挺好的。他在楼梯间。哎呀，我这你别去了，你们装最脆弱。真是。我就说不要来，不要来吧。谁让你不早告诉我的？谁让你不听我的？好了好了，下回听你的还不行吗？啊，现在就听我的，回房间休息。我想回酒庄。什么？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？啊，你万一再晕倒了怎么办？我不会的。那现在这个针麻还没打完呢，啊，还得休息吧。我不喜欢医院的味道嘛。好吧。
怎么了？我刚出院哎，大清早的，你干嘛在我桌上摆这么不吉利的东西？什么不吉利的东西？苍蝇。你看它跟个小棺材似的。什么小棺材？你看看这个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方方正正的啊，这颜色，这你手摸了吗？这手感，这小棺材吗？这我给你装葡萄酒的，你小棺材能提吗？看看，哎呀，是挺好看的哈。那是。可是你不放玫瑰，不放百合，干嘛要放一圈菊花？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吧。我觉得菊花挺好看的，不过这盒子还是真的挺不错的哈。嗯，你做的？对呀。嗯，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艺呢。那是，你不打听打听，方圆500里之内，我是有名的木工王。是挺大气的。哼哼，可是这一个不够呀，我要去参加祭酒会，那至少得是满满一桌子的呀。国家葡萄酒中心，它的英文叫 National West。 这个中心2000年建成，2004年就租给了这里的叫阿德莱德大学。国家葡萄酒中心是南半球最大的敞开式酒窖，这里所藏的酒有38000瓶左右，可随时保留的大概约12000瓶左右。这里的酒品种繁多，所有的酒都是产自于澳大利亚所不同的产区，以不同的年份标上序号，排列得非常整齐。这个酒窖里的酒可以说在市场上销量非常之好，收藏价值也非常高。刚才咱们俩在从那块看的是奔赴，每一年份的，你可以自由看一看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学习的课余时间，可以来这里自己感受感受。好，往里边走。那天把箱子搬回去。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边的呀？啊？怎么样？效果怎么样？卖的好不好啊？啊？哎，一笔大单，一笔小单，100瓶。10瓶，就一瓶，还是送给隔壁摊主，人家不好意思才给了点钱。这胖家伙真是有眼无珠啊！酒没卖出去，我倒是给你拉了不少活。好多酒庄看上了你做的箱子，想让你合作。不，啊！我的手艺，普通人用不起，我只给你的酒庄做。这次酒香钱先给我结了吗？啊？不是，那个……哎，别！哎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不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
我就想把盒子钱去买更好的木头，就这意思，你明白吗？把垃圾先捡了去，我的酒庄不能有垃圾。那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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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别生气啊，别晕倒啊，放宽心，喝点水。黄莲，你知道吗？奔赴酒庄，我跟他约定好，能让我来到这里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而且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能让你品尝到各种葡萄酒的味道，你很幸运。奔赴酒庄 ，Panfors， 在澳大利亚是最著名。也是最大的酒庄，它被看作是澳洲红酒的象征。1844年，奔赴酒庄的创始人从英国移民到了澳大利亚，随后他与他的妻子在阿德莱德创办了奔赴酒庄。今天我特意向你推荐这款 Panfors Grange。这款酒我在国内曾经给一心他们也介绍过，是吗？奔赴的成功证明了新世界一样能酿造出上好的葡萄酒，它给新世界增加了话语权。这就是我曾经向你说过的，开辟新世界。姐姐，我现在宣布我要干大事了。你终于不闹得出国外了。啊，讨厌。那个，我现在正经手一笔高收益基金，已经找到好几个客户了呢，已经筹到第一笔100万的投资了。哇，100万？100万呢？是啊，是上次我在酒会认识的一个人给我介绍的，据说收益高达45%。我想，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客户的话，不就是筹到的钱就会更多，不就能赚的更多吗？你怎么忽然想做这个了？这是一次机会啊！我爸最近连张支票都不给我开，我都没钱花了。如果我想这次我能自己赚到钱的话，不是更好？我自己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他也管不着。我觉得那也挺好的，如果能跟你爸爸一起工作，也挺幸福的。但是这45%的利益，你们不觉得太像一个骗局了吗？反正我是觉得呢，这么一大笔钱，你可得好好调查一下，千万别被别人骗了。也不听他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不错呀。不过，毕竟这么大一笔钱，你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。干嘛？我走。喂。哎，喂喂喂，那个别。放下。放下。不是我说，你最近怎么总是碰冷水啊？还当那么多人面前不给我面子？我只是希望你小心点儿。小心？小心怎么能干大事儿？干大事儿怎么能小心啊？再说不给我面子就算了，鼓动我那帮朋友不帮我，他们不帮我，我怎么办？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？不行。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心存一些不该有的幻想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谁都不可能跟你。至少现在不会。
怎么起来了？哎，看看你烧退了吗？烧退了，一会儿吃完东西再吃两片药巩固一下。谢谢你啊。嗯，真香。有一次，他也给我买了粥，说胃暖了，心就暖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一直跟你唠叨他的事儿。没关系的，说吧，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。再说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。如果你要是再不吃东西，你可就对不起你自己了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吃不下。那至少把粥喝了。吃一个。完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就这一个，没有其他信件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。谢谢你，阿姨。嗯，不客气，再见。哎。只有一个明信片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
我的人来了。好，马上加入战斗。是，马上战斗，行动吧。是。撤、哎。咱们就可以装桶了，到时候咱们的酿酒大业就完成一半了。好，不错，好。这么说已经过了一年了。是啊，一年之前这些葡萄还没有长成呢。一年之前我还是没胖几的呢。一年之中发生了好多好多事，人都变了。你这踩，我觉得我们踩的不是葡萄。而是那些事儿，那些时间，还有那些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的东西。拜托，你以后能不想过去了啊？就让旧事成风，一切了无牵挂啊！就是感叹一下嘛，感叹有屁用啊！你要把那些人、那些事想象这脚里的葡萄，踩呀，踩死他，放去吧。没错，一年之后，等你差不多也走出来了。说不定还能酿出一瓶不错的酒呢，到时候一开一喝，那滋味儿，那叫一个爽。